魔法魔法属性属性。じゃあ黒魔道士様に手本を見せてもらおうか。黑魔法道士ヌー何も知らないのね。先が思いやられる。ヌル出来了ヌー。关于属性，魔法或妖怪的性质就是所谓的属性。这个世界有火、冰、雷、水四种属性，其中火与冰、雷与水分别对立。火属性的怪用冰属性，相反的冰属性的敌人弱点也是火属性的魔法。わかった。わかった。炎と氷はいいけど、雷と水はどうなってんだ？雷属性と水属性の関係は炎と氷と同じ。あいつは水属性の魔物だから弱点は分かるでしょ。水属性的弱点啊，水属性的弱点就是雷，所以这个要水布丁要用雷打，用雷电。哦，电下去了，噔噔，变成一团烂泥啊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画质真的有变好哎，露露哦。露露的画质好像有变好欸，以前没有这么明显的，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。走上来了啦。よく見ておく。我觉得头发有稍微变长一点。早く行こうぜ。对啊，人家在道别，提达不要这么没有耐心。もういいのか？因为他们，这再讲下去就叫剧透了，不行了。虽然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剧透的事情。那你？他们在祈祷，看一下。古い習慣でな。島を出る奴はこの遺跡に無事を祈っていく。安全祈祷。チャップは祈らなかったんだ。船の時間に間に合わないってな。会死人死不是因为没有祈祷才会死的吧？不要牵拖了。提达你也做一下好了啊，我们也祈祷一下啦，跟着大家做好不好？大家都爱做，我们就做。我们也祈祷。よし。完璧。对啊，布丁都是 FF 系列 ，FF 他们就翻作布丁了。完美，走，存档，完美的存档。对，可是大家都是习惯叫史莱姆啊，史莱姆这么有名。喂，对，这个都翻布丁啊，像什么有青菜萝卜布丁啊。噔噔噔噔，喂，继续往前走。等一下，这里有红，这里有一个什么？哎呦，哦，吉玛里的动画来了。哎呦，在示威。哦，吉玛里，不知道他的翻译叫什么。莫名其妙要打起来了，哟，很强的吉玛里哟，呜呼，不要再打了啊 ，BOSS！ 问号，我知道你叫吉玛里呀，跳药，要冲过来了，有点痛，miss 太好了，呀！不要再打了啦！不要再打了啦！此战必败是不是？此战必败吗？要补血吗？要吃补血道具吗？哎呀，打完了哦！哎，我紧张了一下。哎呦，吉玛里摇摇头。なんだよあいつ！现在才生气。ロンゾ族の精鋭。ジマリ、他叫ジマリ。魔法の技を覚えて使いこなす。そう、ロンソ。そういう意味じゃなくて。ジマリロンソ。あいつもユーナのガードさ。え？え？在祈祷室里面都是啊。私たちもよくわからないんだ。
ひまりってとっても無口だから。うん、ひまり。でも私が子供の頃からずっと守ってくれてるの。ひまり、不是ひまり。啊，他叫ひまり。啊，提达获得六点，没有获得了。装备金属盾，继续往前走。这一个，这里有。哦，上面有宝箱啊！可是我们现在上不去啊。看得到吃不到，以后再回来拿吧。那个宝箱我拿不到，看得到吃不到，感觉真是难过。灯不是锁龙，龙锁，龙锁，金玛丽龙锁。继续往前走了，骑玛丽。哎呦哎呦，大只的了，好大只哦！飛んでるやつはワッカの担当だろ。故意这样讲。天上飞的都交给你咯。在战斗中按下 L1 键，可以和未参加战斗的交换并交接战斗角色，立即行动。 L1 换角色，换 Yuna。 哎呦， Yuna 跑出来了。哦，初次实战哦。修行の成果見せてちょうだい。頑張って。頑張って。嗨，要开始了。关于召唤，战斗中使用召唤指令，可以召唤出力量界的 Yuna 的召唤兽加入战斗。召唤指令只有 Yuna 拥有的特殊能力，随时都可以使用哦。若召唤兽受到损伤 ，HP 会减少 ，HP 减至零，召唤兽会从战斗中消失，暂时无法再次召唤出来。召唤兽的 HP 可在保存幻光球恢复。哟，反正就是要召唤嘛。啊，瓦尔法雷，瓦尔法雷，要召唤瓦尔法雷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每一次都要看这个召唤兽动画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关掉，看一次就好了？哦，上吧，上吧。来了，音速，什么？音速之翼，哦，加罗罗，然后音速之翼，100滴，才100滴而已，战斗嘞，直接战斗，直接抓一下，哎，我看得到他的那个，哎，有识破，看得到他的血了。露露的会咬 ，Yuna 的不会，一定是服装的关系，以后就会了啦，好不好？他有1400多滴血，有够多的。哎，剩下900滴了，冲击波，打得赢吗？慢慢打，打得赢。这一招不强，还是直接战斗比较强。噔。名字看一次就好，不要不然我等一下看能不能把它关掉啦，看要自己关还是冲击波。喂，他是要让我把那个气挤满是不是？看来还没有，还要再挤一下。哎呦，满了。哎，现在他就叫我用射击光线，可是他是不是快死掉了？他就要死掉了，我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噔！差点就用射击光线了，还好我有忍住，我有忍下来。噔噔噔，经典经典音乐，太经典了！力量幻光球，我走一下幻光盘好了。露露，这个是露露的样子。Yuna， 瓦卡 ，Yuna， 瓦卡，Tida。走一下，使用。哎，有了力量幻光球，我是要镶在这上面呢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是否反倒选战吗？是的。我继续往前走。噔噔噔 ，Gimali 怎么还没出场 ？Gimali 嘞 ？Gimali 都神隐了。对啊，速度比较快而已。又来了，要打多少次啦？でかいのが再登場かよ。
啊，要出场了。よし、今度は俺が決める番だな。你要表现什么？俺の技で暗闇にしてやる。陷入黑暗技巧，盲目攻击。看一下哦，使一名敌人陷入黑暗状态，最多持续三次行动。哎，最多持续三次。哦，盲目攻击，盲目攻击好像随便乱攻击耶。对啊，有拿到装备记得装一下。好啊，黑魔法火焰，等你烧一下啊，烧一烧，烧一烧。真的耶，Gimali还没出场耶。为什么Gimali不能出场？特殊只有激励而已。按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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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按错了啊。攻击啊，喂，耶，好啦，你用完了，你可以下场了啊。我对你没有爱啊，我对这个战斗打一下，打一下是为了那个赚 AP 啊，打一下是为了赚 AP。喂，噔噔噔，我好盲目，三次啊，他刚才有说三次，噔噔，砍死你。好啦好啦，换瓦卡出来啦，有打到就好了。还没有死，打不到打不到，盲目中啊，盲目不仁。脸好小，好屁孩，有吗？有这么屁孩吗？虽然他本来就有一点，可是没有很严重嘛。噔噔噔，力量换光球，哎呦，拿到什么巴洛克剑？看一下装备，装备，露露，露露武器，蒙古利防具，具有盲目手镯。先换人了。小圆盾，金属盾，物理防御加5%，兄弟会，巴洛克剑，没有，还是兄弟会比较强。兄弟会嘞。正规球，哇，武器都有名字啊，好感动哦，好想流泪哦。以前都是一堆字，我都不知道他写什么啊，现在有戒指、法杖、智慧法杖，哎呦，智慧法杖，装备智慧法杖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有名字就是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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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名字就是好，太棒了。一次一个，先砍这只狗，小狗滚，不服了呀。可是我想让 Yuna 练一下功啊，你不要，先换 Yuna 出来好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 1.5 倍，速度 1.5 倍哦，这是加什么东西？哎呦呦，在空中魔法很有效，水属性可使用，使用相反属性打倒，物理攻击不会太有效。物理攻击不会太有效。ザクはガードに任せて、下がってて。ロロ就这样，你就退下吧。哎呦，竟然叫 Yuna 退下哎。可是我要让 Yuna 练功的啊，竟然这样用 Lulu 赢。好啦，等一下换 Lulu 水属性用雷嘛，对不对？有中文字好感动哦，玩起来真的很爽，要念的东西变多了是不是？噔噔噔噔噔，Lulu 升级了，呦呦。我们走一下好了，换关盘，先走一下提打，提打有2步可以走，走到这一格，一二，移动到这里，是的，使用技能，哎呦，可以习得遁逃习得遁逃了，再使用力量球，这个，攻击力上升一点，换一下瓦卡，移动。瓦卡要往哪里移动？往前面移动，只能移动到这里而已。
怎么有点弱弱的，弱弱的瓦卡。